喜欢书法，虽然我写的不好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我就是深深的感受到我们祖国对我们的爱，给我们送了很多的很有意思的礼物，就是很温暖。我今天就是非常高兴收到就是总台文创的一个纪念品，很有过年的感觉，年味十足。